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现在我来继续讲错落社的故事。大家都知影，错落社八项无出名，创治人啊，伊是第一出名。今仔我要讲的歌，错落社食咸包，说是伊对别人创治去的代志。为什么？有一日，错落社心情无好，天未光。后出门，早顿也无食。安生去西街开饭时，食新鲜空气，看大物。行到门口，发现大门也未开，就弯路倒来。行到西街太街巷，腹肚有淡仔枵咯。巷口有一间菜馆，叫做再来个，人称个再来，专卖清炒鱼虾，啊，就是现在未来说啊。就是海鲜酒楼，初六下平常时也会到各再来菜馆吃蚵仔煎、温辣酱、啉四娘五加皮。初六下看要出门，不够枵咯，就卡各再来的堂班，内面的伙计等伊吵醒，就问说：“吼、哦，谁啊？我哦，初六下平常时都无发作，要啥物我会带，管你啥物带。”赶紧来开门！初六下心情无好，说话会较歹态度。伙计赶紧说：“你稍等者，我穿衫了就来。”就听见内面起起敲敲声说：“门马上就开了。”初六下一入去，就坐了伊平常时坐位置坐落去。伙计说：“六下就无阿姨蚵仔也未来，你稍等者，我先泡一杯子观音等你啉。”我早顿也无食，唔食蚵仔煎，你等我煮成我面瓜糊，好势，我来去准备。提起重地，捧到初六下面前，就去做家己的代志咯。初六下地啉落去，腹肚搁较枵咯。早起开要啉茶，那是无骗啥，一滴水腹肚会乱呐。初六下叫提起，喂，你较紧点呐，都等你说咯。就不阿姨阿伯来，你个小等者。初六下枵啊，挡袂牢咯！看见头顶有一只咸包，都甲悠悠悠煎超大咯，就像现在酒桌顶的小菜同款。伊过一顿起来食，虽说是过暝的，已经浅咯，不过食起来还是野香的，人还是精神咯，袂个枵咯，一顿刷一顿，愈食愈好食，规日煞食了了，就个下记。真像这种咸包，搁加这点。黑气行起来问：“六下，你什么什么？”初六下就提啊，推等于说：“真像这种，搁加这点。”什么？这个咸包呢？我吃落去了，只等着这只等你。这点是不一定吃的，我初六下不吃，熬砂糖吃。我靠啊，这点什么烤肉吃？你哪来这吃的呀？烤肉吃？你敢哪里开的这店啊？你都唔知，坐螺丝如何子呢？徛咧边边唔食，专门要来食徛咧桌顶，叫猜毒咧。这底是啥物坑诶？偷袭人家万五家螺丝，唔信我甲当你看。这时偷鸡来咯，立门听见下级的岗位，就问说：看啥物？落下就偷螺丝食落去咯。偷鸡惊者，问错落下，真的食落去咯？初六下不都又个乱起来咯，点头承认。黑鸡问头白，这摆要怎办啊？头鸡说：赶紧关掉，赶紧关掉，明天以后温柔解毒，比现在深夜关灯还有用。黑鸡从床底摇过来，将初六下绑倒，摇嘴对嘴就灌。初六下什么的性命，什么都不管，就黏落去咯，卡起来。一手切嘴，一手挖壁，慢慢啊垫落去咯。好咯，今仔我的歌就讲到这搭，感谢大家。